帕洛，我帮你关灯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回家小心啊。好。怎么还不回家？副主编。这是什么？创可贴都湿了。没事了。不能用了，怎么不找新的贴？我就这一个。过来。去哪里啊？副主编，等一下，副主编，你先放开，好疼。坐下。你在这里上班，知道医药箱在哪里吗？处理伤口吧。哦，谢谢。你是怎么长大的？处理伤口的意思是先清洗伤口再贴创可贴，光贴创可贴是没用的。给我，我帮你。先清洗伤口，你看看，都不知道要换新的吗？疼吗？